沉一点，只要放下去哦，它不会干，这样不会沉，你就沉下去就好了。好，看看什么要粘的，快点。OK， 我脚就是差点穿了，回去肿到不能走。即使身体不舒服，自贡李莲娥依然把握机会复出，让前来的民众可以更加了解慈济的精神理念。早期的那个旧患，身上都不舒服、酸痛，又再复发了啦，就更积极的，希望说。好的，赶快去把我这个姻缘来做，也感恩我被需要。晚上可以先拿过来这边。我不知道了，你找你们嘛，有另一个人来做，好不好？首次担任大型活动总协调的林雅福，面对不同的变化球，依然能够应付自如，只因身后强大的支持力量。我真的是要感谢很多呢师兄师姐都很乐意的来成就这一场音乐会，使我在整个过程里面真的体会到和心和气互爱协力真正的发挥了它的作用。也借着这场活动，林雅福也接引了儿子加入慈济大家庭。不管是承担这里的工作或者是家里，我觉得也是一种承担，是在帮忙，让爸爸没有后顾之忧了。我就借用这个窗口，然后我就什么都做，单单台台的东西我都做，然后不管是布置也好，我都尽量想要参与。觉得不只是慈济需要我，其实我觉得我们家庭也是很需要慈济。大爱之夜会场处处充满着慈济的人文气息。今天来到这里呢，会更深的了解，好像有些中道啦，有写一些做那瓷器啊什么这样哦，才发现到原来是这样辛苦走出来的。由资深音乐人李寿全带领的完声乐团在马来西亚巡回一演，吉打州亚罗士打也是演出的其中一站。要成就一大事音演，当然少不了一群在幕后默默付出的职工，一起为筹募吉打的慈济建设与医疗基金而努力。大爱之夜不只是募款，更是募心，让人人心中善良的种子得以萌芽。大爱新闻由金贝、陈慈竹、谭如卓，马来西亚吉打采访报道。